帅呆了，帅呆。6点多，为了要见台中的粉丝，应该要办这一场，因为我觉得不能忽略台中的朋友。是玉米为何变心啊？而且他中文多好，美梦成真，成语都出来了哦。那我们之前就在10月的时候，在台北办了一场签书会，然后就觉得哎呀，怎么没有照顾到中南部的朋友？所以雨薇特地跟经纪公司争取，跟出版公司争取，说他一定要来台中看看你们。是不是觉得很感动？等一下，感觉好像要手又要断一次了，又要断一次了。没关系啦，心甘情愿，对不对？哦，来舒服剧，来舒服剧。对，哎，而且听说等一下上面是因为那个石破天惊的预告，已经看到了吗？啊，那就是一有版的呀。没有那个画面啊，没有画面，没有配音啊。哎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等10月8号进电影院支持雨薇，好不好？11月8号这是最实际的行动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雨薇这么好，这么 nice， 一定要请大家用行动支持他。哦，今天签书的时候也不要吝啬，宝宝有什么话都可以跟雨薇讲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请那个辛苦的型男，我们往后面坐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开始了，直接开始来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不要那个。辛苦太久哦！哎，你晚会哦？那情人俩坐，是我跟你一起坐。来来来，请坐，先坐。有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签书喽，请1号到20号的朋友们带着你的书来到我们舞台的右手方。好，其他的朋友不好意思，我们让个通道好不好？1到20号的朋友请来到这边，那后续我们就可以陆续排下去，请大家预留一些走道。出头这么软到你难过，多啰嗦，多少人都只会说，没有人肯认真听你说。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，不需要每个人的假关注。我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，随时给你场外的援手。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，继续投，我愿做你的篮板球。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，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，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。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，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。是我会比你更执着。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，我等你继续投，我愿做你的篮板球。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，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，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我愿意当。
分手不是个尽头，他出头这么人到你难过，多啰嗦多少人都只会说，没有人肯认真听你说。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，不需要每个人的假关注，我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，随时给你场外的援手。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，我等你继续投，我愿做你的篮板球，劝我，可是我会比你更执着。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，我等你继续投，我愿做你的篮板球。只会说，没有人肯认真听你说。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，不需要每个人的假关注，我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，随时给你场外的援手。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前男友，我等你继续投，我愿做你的篮板球，
为其实你有站也站了蛮久了，然后但是说还好没有下到，因为我刚刚最害怕，因为我刚刚发现我们是不是又要办在里面办一个这个活动，但是还好老天爷对我们非常好，然后再来是说我也签了你们的书了，所以我也心满意足了，你们开不开心？非常开心啊。那我觉得啊，这次的那个签书会啊，这次卖的书还蛮就是成功的，我希望也可以出第二本书。出第二本书的话，你们希望是什么封面？我希望是什么？什么？不要穿！我听到不要穿，然后跟我身体什么？肌肉。好，我有很多肌肉在后面，你可以从顶好买过来。OK。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感动你们来到这个现场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因为你们为我，我也为你，我们就是一区的这个动态。然后现在开始下大雨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躲雨，好不好？